大家好，大家睇紧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铜锣湾嘅 Fion， 今日要同大家导航嘅就系特福 RK 7501球虎饭煲。呢部特福 RK 7501球虎饭煲有创新嘅球虎内锅技术同埋循环加热技术，令到烹调更加美味。球虎电饭煲结合咗先进嘅快思逻辑技术同埋球虎型内胆，通过自动调节温度同埋烹调时间，实现最高嘅精准度。蒸烤細小的飯煲可以提供到 5.5 杯米的容量，坑位亦都容易收納。一共有10種的主食模式米飯，包括有白米、茉莉香米、粥、煲仔飯、煲湯、慢燉肉類、蒸煮、快煮、加熱和保温。自動的保温功能長達12個小時，預置定時長達24小時。而清潔方面，可以拆細的配件都適用於洗碗機裡面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到呢度啦。今日为大家介绍嘅系特福 RK 7501球虎饭煲。有兴趣知多啲嘅朋友可以上丰泽网店同记得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。当然可以嚟门市揾我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